看看，吃个好，吃到我们来大厨的时候，怎么了？海鲜来了，出门买菜，他喜洋洋啊，太是常理，真热情，要问年菜哪里买？来来来，你看我这儿行不行？哎呦，漂亮吧？茄子、豆角、辣椒，刘大厨，您今儿不做饭，怎么改到我们这儿来卖菜了？做饭不得有食材吗？食材没法做呀。哦，对，是，这得多少钱呢？不要钱，免费送，需要啥随便挑。来一件，好嘞。 您看这个，真有劲有，还好啊！来一斤鸡蛋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同好同好。哎，咱恭喜发财，咱吉庆有余啊！没拜年，这个我要没说错呀，叫黄花鱼是不是？春节您专门的硬菜，腊肉喂，腊肉喂，腊鸭腊肉，正宗的四川腊肉。过年您这缺不了这腊肉，过年过节就得有这腊肉啊！对呀，来年各位身体健康，得嘞，咱再转转去。过年了，福气到，卖大。 来吧，跳跳跳！你虎年吉祥，虎年吉祥，我们给您带了一支小老虎，它给您表演一个，哎，别活，我这是虎，我这是狮子吧？我这是，来点干货。您也红红火火，亮不亮？哎，这山货在跟这个菜和肉一配啊，这个滋味就来了。对对对，好嘞，一会儿回来打家伙去。目前咱是盆满钵满，那咱备齐了，咱赶紧回去做饭去吧。三位留步留步，你看我刚才说什么了？你这东西是免费拿，但是有个条件，啊，要表演个节目，过年咱热闹热闹，舞台上怎么好了？好，来吧，那走吧，
连续38年的春节晚会，让这些熟悉的歌声深深印入几代人的心里。有时候听到这些熟悉的歌声，就会想起自家年夜饭的味道。那些陪伴我们很多年夜饭的歌，无论什么时候听，都那么熟悉亲切。浪逐沙滩，没有椰林缀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遍遍怀想，也是黄昏的沙滩上，有的脚印两对半。我曾告诉我你怎心中的每一个角落。来吧，相约酒吧，来吧，来吧，相约酒吧，相约在黑色。刷筷子洗洗碗，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，一辈子不容易，就图个团团圆圆，常回家看看。我恭喜你发财，我恭喜你精彩，最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和你多
咱们这节目呢可以正式开始了。哎，咱就正式开始表演了。对啊，你看一到过年呢，咱们有一些风俗啊，是相声里边都有体现。唱您最拿手啊，可以吧？就根据您这歌词里，我们找食材。对，好，听好了啊，您唱。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。嘿，一把火，等会儿啊，这里应该有春联的事儿吧？对呀，红红火火的呀。火的，不是，不是，是食材，春联怎么吃啊？往下听啊，别着急，来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。好，还辣椒啊，红红火火的辣椒，恭喜你会抢答了。哎呦，辣椒，辣椒。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。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，再来一首啊，大山的子孙要。肉，这是过年得吃肉啊！大山的子子什么肉？刘大厨啊，那是肉，吃肉太对了，不叫肉。你往下唱完呢，别着急。爱太阳，羊肉，你们是猪肉吃羊肉？哎呀，怎么跟我一样馋呢？啊，你下听啊，听好了啊啊！这里的山路十八弯，这里的水路九连环，看见了吗？山货吧，就后面这山货，对对对，火火火呀！这里的山路十八弯，这里的水路九连环，这里的上坡盘对盘，这里的上坡接着来，再换一首歌。小时候，妈妈对我讲，好听。来，姜要姜啊，对你姜吗？离不开姜啊，那是老有皮味儿啊，是姜，不是姜，不是姜。再往下听啊，大海就是我故乡。香菜呀、啊，得把香菜吧，是不是？做汤离不开提味儿啊，它呀。姜也不是香菜呀、啊，又着急，再往后听，再听，再听啊！大海呀，大海，就像妈妈一样。哎，老是都是海，都是海，海鲜，海鲜，太对了，海鲜，太对了，太对了，太对了。就是我故乡，海边出生，海里成长。哇，谢谢啊，是我生活。满满的一锅海鲜就是大海的味道。大海呀，大海，是我生长的地方。看我这火海味的大带鱼，除夕年夜饭怎么能少了我豪横大厨呢？得，我知道了，年年有余，期盼岁岁平安，阖家欢乐，共享带鱼盛宴，横批福禄长久。好。这个食材大家都非常的亲切，无论中国的东南西北中，现在有多少家庭正在炸带鱼呢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做带鱼，两条呢？两条，一条今天吃，另一条明天吃。飞哥挂起来。好嘞，这条我已经处理过了，咱就做这个。对，那这海鲜咱们接着蒸，好吧？您这边做带鱼。可以。今天做呢是带鱼焖茼蒿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就是把头给它切开，分成段。多大的段？十厘米吧，巴掌宽的段。巴掌宽。其实呢，所有的中国人，无论是在内地的还是在海边，我觉得对带鱼都有一个共同情节。对，就拿北方来说，在北京大概80年代的时候，过年啊，那是家家户户排着队去拿粮票去换带鱼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妈就是过年的时候，每次都是买点那冻的带鱼，切成段以后腌一腌，腌完了以后拍上面粉炸出来，特别香。对，炸带鱼那个味道，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年味儿。接下来呢？我们出了一下鱼，45度角，打一个刀，要打到骨头。这个也是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大的带鱼咱们才要去打刀，小的带鱼就不需要了吧？对，小的不需要了。咱们看一看哈，这是段大厨今天给我们切好的带鱼，这是我的手，这是我的巴掌。对，咱们今天改了传统的小的时候记忆当中的油炸了，对吧？对，就是酱焖的，胶东传统方吃法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开始做。那这海鲜蒸好，咱们一块出锅，待会儿可以好吧？搁后头了，哎，搁后头，加油。
沙拉油在五成热的同时呢，放猪大油，然后呢放葱姜。中国人文化当中过年的一个图腾，因为它有美好的寓意，年年有余。我们放两个八角、葱、辣椒，这个蒜子就好了。它等于说要分开是吧？对，分开。接下来我们要放点花椒，这是什么酱啊？这就是豆瓣酱，郫县豆瓣酱。料酒封香，加热水。对。放一点的盐，放点鸡精。这个调料都调好了，可以了。那接下来咱们做什么？拿个滤子，然后把这个渣子打出来，焖鱼的时候干干净净的。只闻其味，不见其形。好嘞，把鱼放里边，我还要垫个竹垫。您垫个竹垫干嘛呀？这个鱼啊特别嫩，你要是不垫竹垫呢？捞不出来啊、一放，哇，那等于要两层是吗？两层，哇，香菜，还要放一个辣椒，盖盖。这得多久呢？啊，这样小火焖25分钟。焖，为楚香保卫的火工菜。盖盖，微火是烹制的关键。在长时间焖制前，主料配料及调味要一次到位，才能达到菜品外形不散、内里酥软入味的绝妙口感。哇！哇，香不香？我闻这个味儿很香，我看着它非常的美味，美味哈，真的是它那个脂肪白白嫩嫩，跟豆腐似的，真特别好。这就是过年的感觉。我们舀出来一点汤汁儿，要用原汤来煮通哈，不知道会更好一些。接下来我们下蒿子杆的时候呢，先下这个茎，因为它最难熟。对。哇，你听到那个咕嘟咕嘟的声儿，对，它在呼唤我，它说辛苦一年了，请吃掉我吧。好嘞，来飞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蒿子叶放里边。你看酱焖带鱼实际上是给带鱼穿了一个非常好的晚礼服。哎，对，咱们这汤汁给蒿子杆儿都弄上了鱼的味道，味是吧？给它也穿上了一个有鱼味的晚礼服。对。而且过年期间很多人爱吃肉，那么这个时候其实蘸上了这个鱼的汤汁之后，大家素又多吃了一点，这个荤素平衡的。那咱们现在把菜烫好了，菜烫好了，咱们这锅汤呢？这锅汤留着。哎呀，我还从这里边再挖点汤，要装盘浇在鱼身上，等于收个自然芡、对，而且它这个里边呢，还有这个茼蒿的味道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鱼焖好了。大菜必须用重器，对吧？咱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个美食美器，重器在身后。对，来，那给大家来揭晓一下吧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哇！哎。太有范儿了，在桌上，鱼好了，关火。吃鱼呢要有讲究的啊，首先呢，要把这一层托起来。哦，我们这个虽然说是展开了，但是呢，这个长盘最终让它呈现的状态依然是有头有尾。哦，好嘞，好了，哇！正在呢，我们把蒿子杆放在个鱼的中间。其实呢，蒿子杆一方面在里面摆盘能够起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作用，另外一个呢，营养膳食搭配特别好，还有一个我觉得寓意特别好，蒿子杆嘛，节节高。哦，还有刚才咱们炸好的这个蒜头，蒜头呢，我要放在锅里边再入一下味儿，放在锅里边煮2分钟，这道年夜饭的大菜啊，福禄长久就做好了。来，关火，咱们浇汁儿，浇汁儿喽。哇，哎，这个孜然芡啊。就是通过鱼本身身上的胶质，然后融化到汤中，好事成双，对吧？好事成双，哇，你别说，太香了。好嘞，好，完成了。那咱们这道鱼就做好了，做好了是吧？海鲜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咱们一起出锅。好嘞，好吧，我去拿容器，来喽。这一大锅海鲜，咱们俩一起抬，哇，盆满钵满，哇，太丰盛了。那我就开始出了啊。祝大家新的一年就像我们这锅海鲜一样盆满钵满。得嘞，那咱们今天的带鱼还有这海鲜大咖
都做好了，是吧？那咱们是不是得给大家来点吉祥话呀？好，祝大家福禄长久，得咱们年夜饭上有余了。另外一个食材怎么能少得了呢？不信您听。这哪儿跑过来一只鸡呀、啊？这是。哎呦，精彩精彩，好吗？哎呦，这太厉害了，学的太像了。这个二位呀、啊，了不得了，让他们做个自我介绍。现场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卫。哎，欢迎李卫。大家好，我是您是王磊。不对啊，咱是美食节目，咱得做菜呀。你说这声音跟做菜没啥关系吧？太错了啊！做菜的时候，锅碗瓢盆，什么炒菜接水，哪离得开声音呀？那您这意思，咱听着就能这做道菜呀？哎，那当然了，这太厉害了，水平吧？那这么着，接着听，听听二位的。哎，要炒菜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好像准备焯一下的鸡肉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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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气儿，哎呦，这灶眼的气儿多大？这火还是专业的厨师灶。是，这火点着了，咱是不是得烧水了？来了，这就。现在水开了，哎，这鸡炖上了，咱还得有配菜。那当然，是不是？嗯、切几刀吧。这时候再切点什么土豆片啊、青红椒啊，哎呦，这炒上了啊，这不是这对呀、啊，炒上炒菜了。咱们这个主食材除了鸡肉以外还有什么呀？那咱得找找啊，继续踏上寻味之旅，走。各位旅客，寻味号旅客列车已经开车了。哎呦，拜拜。这么快呀、啊！同志，我出发了啊！哎呦，太好了！咱们这是到哪儿了呀？坐着火车？先看有什么吃的。好。哎呦，刮风了！哎呦，你看风吹树叶，沙沙作响，感觉在树林里似的。来了，我还去哪儿啊？大海，有海的。哥，我仿佛都闻到海鲜的味道啊！海鸥，海风，呵。打小船，这咱是不是得打鱼去？渔网已经撒下去了，太好了，咱们就等着收获，对不对？一般啊，要几个小时，咱这一网啊就能捞出好多好吃的。哎，里边有鱼，对对对，有帝王蟹。哎呦呵，有什么这个贝壳啊，还有一些这个，比如说像咱们深海里边咱最爱吃的啊，这个过节了，等着斑鱼，呵，同学们呀，热带鱼，快来个红斑鱼！快别说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收网吧。可以啊，来收网。你听着鱼，嘿呦，大鱼！停！行了，蛤蟆都出来了，咱们这白捞了。回着厨房，接着做菜吧。行嘞，那咱们把这些食材呀、拿到厨房，看看做点什么行好吃的。你看、他那边呀，只能听个响，要说吃的，还得论咱这儿。确实是这样啊。来了来了。哎呦，邓大厨，您来了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自己带着锅是吧？是。哎，你说这有鱼对吧？咱们必须得有鸡啊！是，咱们是放盐、放糖、盐焗，又香又脆，大吉大利，祥瑞今晚吃鸡，祥瑞盐焗鸡，好好。我们一般年夜饭回家的时候，一家人围炉，妈妈就会养差不多一年的鸡，就给到我们回家的时候做。所以我今天特别一比一的还原，今天选的它大概5斤重的。
够个儿哎，这比一般的鸡都要大哎，你不说我觉得这是大鹅，有点那意思。这个就是养了一年的5斤的大鸡，也是这一年当中妈妈对在外游子的所有的寄托，没错，对吧？这是什么？姜、葱还有香菜啊，沙姜，沙姜粉。实际上你看好多地方我们都吃鸡，也都是妈妈来做，尤其是在咱们年夜饭这顿饭上的时候，妈妈一定会把这个鸡的菜然后做给各位孩子，我相信这都是妈妈们对于游子的一种思念。比如说咱们到东北小鸡炖蘑菇是吧，还有什么呀？西南的辣子鸡、口水鸡。口水鸡是，还有手撕鸡。手撕鸡，然后我们温州有酱油鸡。嗯，对。咱们比如说在吃这个鸡的时候呢，我知道在广东有很多吉祥话，哎，咱们有什么样吉祥话在这个年夜饭的餐桌上？大吉大利，吉星高照，良辰吉时，逢凶化吉。对，对，你看现在呢，我们就是把多余的这个馅料全部塞肚子里，塞到肚子里边去，这样的话它会更容易入味。它好有内涵呀！我们今天这个内涵还不止于这呢。嗯，我们知道说大吉大利，对吧？嗯，当然有了大吉以外，还得有这个栗子。哦，对，哇，这么写实，对，太写实了，是吧？是大鸡有了，我们现在还有大栗，大栗就是栗子，栗子。那现在这个状态呢，我们就把它放到旁边，大概腌制2个小时左右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先把这个盐稍微炒一下，这个是粗盐。你一推的时候，那个盐自动就会流到原位，它就均匀。没错，哦，对对，可以了。你看现在这个程度呢，摸这个温度呢，已经会感觉到它已经有大概60-70度那个温度，我们就可以把鸡放进去了。然后那个盐呢，我们现在要捞2/3出来。其实，在我们客家，它盐焗类的会很多，比如说盐焗鸭、鱼都可以这么做，盐焗猪手，像这样呢，我们就会含义来年呢就会四方捞财，你知道吧？对。对，来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包那个鸡啊，这种油脂呢，它不会粘住鸡皮。你看现在这个包的时候呢，其实就很简单，就给它这样卷，卷一圈了之后呢，这边收回来，然后继续再卷。我们今天是这个大年三十，然后为了寓意我们来年红红火火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还加了一道菜，来。对，哇，温度呢完全够。哇，这个太酷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盖上锅盖。我们要焗多久？中火，大概20分钟，再小火，大概一共累计起来是90分钟就可以了。对。好，我们现在时间到了，好吧，那咱们就捞鸡，捞黑捞黑，风生水起，哎，哇，滋滋流油啊，没错，哦，这鸡皮也太黄，鸡油好多啊，对，任杰，咱们俩是不是得上重器了？好，哎，来吧，来了，3、2、1，走，哇，这个盘子好漂亮，哎，大吉大利。哎，来，里面好有货哎。对呀，哇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先把栗子捞出来。哇，你真是不怕烫哎。放到底下去，练出来的。哎，一展风生水起，二展吉星高照，3展逢凶化吉，4展四季发财，5展五福临门，6展六六大顺，六六大顺，7展吉星高照，哎，8展八方来财，9展九九归一，九九归一的长长久久，10展十全十美，加钱吗？可以，我们可以尝一口吗？当然可以，好滋润呐，啊，真的特别滋润，然后那个香料的咸鲜味道整个充斥了它，没错。哎，别吃了，别吃了，你看我大炉子都带来了。大过年的谁吃烤串啊？我觉得，哎，这话说的不一定对了。吃烤串热闹，吃烤串大家围炉，吃烤串大家幸福，吃烤串大家豪横。你说你这烤串就一炉子，我告诉你，我有一朋友，人家那个烤串那叫一个艺术，那叫一个别致，那叫一个有仪式感，哎，特别厉害那个烤串啊。没喝小啤酒你就飘了啊？不服是吧？不服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慧慧啊，你们等着，走走走走走，哎，记得多穿衣服啊。好嘞，好嘞。
是这儿了。哇，一进来之后，我觉得这新年的元素非常浓啊。过年好，长身体。这个可以动啊，可以。来，哇，新年好，再来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新年好。我来拜访你，找食材，找好吃的。没问题，有意思。我先给你带你去参观一下吧。得得得，我跟着你。哇，带你参观一下我做的厨具。哇，这么多。这都是你的厨具吗？是，这是我做的一个颠勺的一个炒锅，就是颠它的时候可以防止菜跑到外面去。起锅受油，开始翻炒。这个呢？这是一个声波的一个灶头。这个吗？对。哎，在这儿是吧？就从这里往外喷，开火吧。酷。这里是它的电源总开关，按一下。它有两个人体感应开关，只要我们把手放到底下，它就会可以控制火力的大小。两只手一起上的话，火焰会更猛。这是一个动感单车豆浆机，还可以这么操作，一边骑它就一边骑一边磨豆浆。是的，我可以体验一下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啊。哇，这个太酷了。好啊好啊好好吧。用这个动感单车豆浆机磨豆浆还是非常快的，啊，才磨了几分钟，现在已经磨了大半碗了。你这好玩的东西太多了，好玩吧？好玩啊！我带你玩一个更好玩的，可以。在新的一年里，让你大展拳脚。可以。对，这边请。走走走，这个吧，这不就那个打桩的，削过菠萝吗？削过呀。但是说你一边打木人桩一边削菠萝，有没有体验过？那你给我拿把刀来啊。啊，不，这不需要刀，这是用它就可以了。哦，就菠萝在这儿啊。对，把菠萝放进去，摁下来，摁下来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打木人桩了。你可以试一下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我天哪，菠萝可以从这里推出来耶！这个我要带走，我带走。好的。拿着这道菜。好的。这个年夜饭又新来了一个食材，哇哇，真香，甜甜美美的。但我今天主要来做什么？因为我们有大厨不服，我说你烤肉烤特优雅，特有艺术感，特有仪式感，咱们今天给他烤一个。好的，好不好？稍等一下，我去拿我的工具。可以可以。这个太厉害了，这就是我做的一个钢琴烤肉机。我的天哪，这个简直太酷了。哎，我能试试吗？可以啊，你弹什么曲子取决于啊你烤肉的味道怎么样。是吗？那今天过年我肯定得来点喜庆的。好吧，试一下。那我开始创作了啊。他们这真熟了耶。那我不客气了。好的好的，我就带着羊肉串，带着菠萝，我回厨房，我给他们显摆显摆。那我拿这几个走了。再来，下回请您来我们厨房做饭，好不好？带着您的这些仪器。好的好的，再给您拜个年。好，再见再见啊。行，拜拜。串呢优雅的烤完了，再带一个菠萝，看他们能做什么菜。走，咱们回厨房。
我回来了，你看我带的什么？刚刚手工给我们烤的烤串，还有菠萝。菠萝还能用得上吗？能用得上，一会儿我来用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梁大厨，这个你给我热上啊。好嘞，来我给你热一下啊。钢琴呢、啊、太艺术了，我那个我来不了，真的。但是这个烤串呢、啊，我有三宝，年夜饭要吃烤串，一定得跟我来学一学。对，沧海一声笑，江湖处处飘。你我来传人间真逍遥。幸福大串儿，哇、哎！好嘞，这咱们今儿就吃烤串了。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做，好，教大家。那个烤炉邓大叔们您盯着，行，我来盯着，我来盯着，一会儿一会儿。但杨大叔现在要跟我们说要带来一个烤串三宝，那任何一个烧烤我得有一个刷油，然后呢，但是烤素的我得刷酱，烤一些这个肉的啊串的我得撒料。哦，烤串三宝，烤串三宝，来，咱们开始做这烤串三宝。走走，烧烤三宝之一的第一宝，刷油。好，姜片冒泡了，我再加这个小葱、芹菜、洋葱，我加点这个香料、香叶。要点白酒把它泡一下，因为香料它有苦涩味，要白酒把它发一发。好，这个颜色也上来了，香料带着酒，然后稍微下去。哇哇哇！就喜欢看这个。哇，这个时候啊，要盖盖，让它香味更足一点。嗯，因为你盖盖，它整个它的水蒸气，你酒下去之后它就挥发了。这回来第二个灵魂的东西，来，好，刷酱就是咱们的烧烤三宝之二宝。蒜蓉豆瓣酱、蚝油、酱油、海鲜酱，这是一个复合酱料。对，复合酱料。然后我要加点醋。二宝这么快就做完了，我还要把这个油还要去调和一下。倒油，把这个留起来。好，剩下一部分倒到这里面来。哦，可以，等于说用这个料油去弄那个酱。哎，在咱们四川，像这种年夜饭的时候，会有什么吉祥话吗？恭喜发财，还有啥子？红包拿来，简直是！好，刷油和刷酱都做好了，然后我们请三宝，这是桃酥，然后呢腰果，然后这个黄豆，好，这样配好，这个用机器把它搅碎，启动，打碎了哈，碎了，哇！这个就是四川好多烧烤摊摊的秘方哦。啊，我刚才打好了啊，现在配这个，配辣椒、辣椒面、十三香、花椒面、鸡精。大家发现没有，到四川过年，整体感觉就是特别有烟火气。你随便进一下，你认不认识拉你进，你先坐着吃饭，就特别热闹。对，好了，四川做法的烧烤三宝做好了啊，来，咱们开始上料吧。好，走喽。邓大厨，油来，这是料油，嘿，来，就等这个了，烤起来吧，来吧，烤起来吧，四川年夜饭的烟火气走起。如果说咱们吃完年夜饭了，然后咱们这个还要守岁嘛，这个时候来一个夜宵，真棒哎，这个热闹劲儿真好哎，能尝了吧？可以了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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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大肥豹啊，给我来一串，谢谢，来任杰，哎。好爽哦，我觉得，哎，它的料真的好哎，我们吃的不光是烤串。吃的是咱们这一年的烟火气，对，好，哇，真行哎，咱们今天这个特别干爽，对吧？哇，那个是多汁的感觉，你别吃了，赶紧给我们来做菜，那有菠萝，对，啊，好吃好吃，韭菜，茄子做到齐啊，那个刚好有汁，好，我给你们烤一个，别吃了，我们要做这个菠萝，哎，菠萝你打算做什么菜啊？我们过年嘛，就做一个甜甜蜜蜜的菇老肉，用菠萝，酸甜可口的，没错，有福气，有运气，有喜气，迎佳节，贺新春，有酸味，有甜味，有香味，菇老肉不古老，水晶爆浆菇老肉，爆浆吗？必须爆浆，水晶吗？必须水晶，好来吧，菇老肉的这个灵魂，酸甜汁，片糖，然后这个番茄酱，前面两个是甜的，是的，这个是酸的，酸的。你看我们今天调的这个酸呢，有几种来源，甜呢，
更是有几种来源不同。然后这个呢是酸梅酱，让它这个酸和甜呢在味蕾里边有不同的这个层次。然后这个呢是一个最近发现的一个酱料，这个叫 OK 酱。为什么叫 OK 酱啊？它是你尝一下。嗯，它果汁味道很 OK， 它是酸甜可口的，还有一种梅子味道。没错，我最后呢还加一点甜的，这个呢是这个最古老的糖了，麦芽糖。然后这个当然少不了的是醋，白醋。对，白醋。然后这个时候飞哥帮我看一下火啊，慢火给它熬化。好的。然后我们选择这个肉呢，就是大概三成的这个五花肉，切成这么薄就可以了，一毫米左右，对吧？是的，是的。然后让它均匀啊，这个肉就切好了。嗯，那我们就现在就是到这个爆浆的那一部分了。这个就是我们爆浆的秘密，这就是里面的浆。对，这里边呢是用这个咸蛋黄、南瓜蓉、黄油、糖还有盐，它是甜带一点咸的感觉。哦、对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包。哦，包住了，给它封上。对，就这一块。那这道菜也是你们这个年夜饭上必须得有的。其实这道菜呢，除了我们刚才说过年的时候这个甜甜蜜蜜嘛，对，其实老人呢、孩子啊，这个也是首选，因为酸甜可口。没错，这里边呢，飞哥可能还得帮我一个忙，这里边呢放一点淀粉。给它这样团成一个球，我帮你团吗？对，轻轻的啊。这个我带回家呢，今年这个还是要就是跟区别开来，家庭里边平时吃的，对，嗯，来点不一样的。对，来，我们在最后还有一个步骤，因为我们是要这个爆浆，然后必须要有一层这个脆脆的粉包裹起来。就最后会加一点点这个泡打粉，让它表面炸出来的时候更圆滑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加水。大家记住，过年我们有很多脆炸的菜，可以一切想脆炸的都可以用这个货的比例。没错，对吧？保证你是脆脆的。但这个脆皮货啊，现在我们在饭店里面做啊，为了它脆，那个口感特别好。做糖醋里脊改过来也用脆皮货，那口感更好。但口感就是一个升级嘛，哈，创新不忘本，创新不忘本，传承不守旧。好，来来，这个时候呢，还需要加一点凉的油，加点油呢，会让它这个表皮更酥脆，然后做炸出来呢会更圆滑。好的，对，就这样使劲搅。嗯，然后怎么判断这个糊呢？比如说拿筷子给它拉起来。拉丝奶昔状不断，好，捞起捞起嘛。一会儿您这个是要炸还是？当然要是要炸了，要炸。对，那行，对对对，我先把油给你做上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给它一个个放进去，给它翻翻一下，翻过来，哎，这是一个球的感觉。哎，邓大厨，我有一个东西，就是您一开始一直在说的这个。用得上吗？能用得上，一会儿我来用，一会儿我来用，一会儿我来用，还没有使用。忘了，你忘了吗？菠萝带来的菠萝，菠萝咕老肉，你现在吃咕老了。这边你跟现在打着，我来切。行行行，好嘞，好。不同的季节我们会放不同的水果。对，像我们现在在北京，我们就会加上这个草莓。哦，串在一起。对，串在一起。好，咕老肉可以了。好，你那边咕老肉可以了，我这边水果串也可以了。好，哎，刚才我们这个糖醋汁也调好了，大概就放一勺多一点点就好了。将将有点冒泡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加一点水淀粉。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菜定义为咕老口味，就是这个汁呢是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大家喜欢的食材的。没错，没错。然后加上一点热油，这个时候就把咕老肉放进去。哇，水晶感出现了。是。好的，现在这个时候就关火装盘了。来，咱们准备上重器。来，三二一，走。哇哇，来，仙气飘飘，烟雾缭绕，重量级吧，这个这才是过年的氛围。你看，今天邓大厨把它串成了一串，所以祝大家幸福成串。好，谢谢。热闹吗？热闹，是吧？非常热闹。今天呢，我就是创造气氛来了。刚才给大家烤了那么好的烤串的嘛，那么大个炉子。对，接下来继续气氛，我们做一个四川火锅。
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四川火锅不能解决的，如果一顿不行，那就两顿。对，这句话说得非常好，是吧？正所谓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我对火锅情。合家欢火锅，来，先给我把这料报菜名认识一下。来吧，认识一下。这么多、啊，白子、陈皮、千里香、黄栀子、桂皮、小茴香、沙仁、甘松、甘松、肉蔻、草果、香果、木香、甘草、大料、白蔻、香叶、丁香、娘姜、碧波、排草、豆蔻、山奈、当归，这个是灵草。灵草，对。我们先把香料打了。好，我要把香料拿去打成二粗。二粗是什么？二粗，细末和比较粗的那个中间那个概念。哦，类似于我们吃拉面的时候二细。对。哎，快了，快了，来，看一下。来，先烧菜籽油。好。好，它温度也上来了，这个时候加牛油。嗯，先把牛油一起熬化。化掉。其实这个火锅底料每家炒的都不一样，今天这个味道绝对是独一无二的，是我的做法。而且各地有各地的火锅嘛，比如说北京是铜锅，云南是菌菇锅，广东是打边炉，还有这个潮汕的牛肉火锅，各地都有各地的火锅的一种吃法，表现形式都是一样的，做法配比还有它的口味不一样而已。嗯，实际上火锅就体现出了中国人海纳百川的这种精神，因为你可以里面涮菜，里面可以涮肉，可以涮内脏，甚至于可以涮豆腐等等，几乎是可以涮万物。一家人或者是朋友三四的，或者是一堆的哥们儿围在一起，在一个锅里面去涮，叫同甘共苦。哇，共享天伦之乐，对吧？这个洋葱，放点大葱，然后香菜、小葱。它的技巧不难，难在你要慢，你要有耐心。对，大家观看了我做火锅，其实在家庭里面就很简单了。好，我这个把它炸成金黄色了啊，现在把它捞起来。关键的东西，这是豆豉，这叫豆母子，火锅豆瓣酱。我再把这个豆瓣酱打起来，待会儿我还要往里面加回去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下糍粑辣椒。下这个糍粑辣椒一定分多次的下去。我发现您在炒那个辣椒的时候，一直不停地要去搅那个锅，是怕它糊，对吧？因为前期的时候它的水分含量比较重，很容易抓底。对，你往后炒，越炒越轻。哦，就是说推得动了，没水分了。对，你看它是冒泡，越来越干了，越来越干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下花椒。然后麻椒，让它油包里面的那个油脂完全渗透出来。现在香气已经出来了，现在加冰糖，然后加醪糟，一定是小火炒，然后再把这个。哦，刚才的料再回过去，因为如果那些料一直炒到容易糊，对吧？对，这点很重要。那我们这些个粉料什么时候下？粉料我要加一部分吧。为什么要分两次下？第一次是增香，第二次是回味。炒了差不多了啊。再加第二次香料，稍微炒个几分钟。那我们接下来进行几个灵魂拷问。你现在来北京多少年了？九七八年来的吧。24、25年了。有几个春节年夜饭是回村里面跟爸妈跟家人一起的？我真正的跟我父母一起过年没有超过三次。因为说实在话，我们是职业餐饮人，当我们在忙碌的时候，可能我们的时刻最开心的时候，正常情况的时候，我们就可能轮着休个年假回去跟父母一起过个年。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像杨大厨一样的，你比如说我们的媒体同仁，我们的消防战士，我们的环卫工人，大家团圆的时候他们还在坚守在一线，所以也跟大家说一声辛苦了。这个火锅底料我已经炒好了啊，如果想要达到最好的效果，一定要把它倒起来放一晚上晾凉，我所有的香气再释放出来。对，但是我等不及了，我现在就想沸腾。来吧，可以吗？来。哇，不光有锅还有涮菜，有我最喜欢吃的毛肚、鸭血都准备好了，这感觉还是可以哈。简直是可以，巴适的办。所有的火锅底料炒好了，还有一个打锅底的过程。今天过年啊，
现炒现吃，图的就是一个热乎劲儿。对，打完了，现在呢？可以加热水了。这个老火锅底料是水少油多。好嘞。然后加生的白牛油。嗯。然后来飘一点灯笼椒，来点大红袍。大红袍。哇。对。放三根葱，好，这个火锅底料就结黄了。那没有，还要放味道。大过年的，要不要那么急人？来，胡椒粉，胡椒粉，锅底打好了，来吧，现在开始涮火锅。好了，开开心心做大年。咱们都忙了一年了，节奏快了一年了，不妨在今天跟家人在年夜饭上，所有事儿都慢下来，把这一年的所有的喜怒哀乐咱们都唠一唠，把今年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这锅里面，咱们涮一涮。吃火锅喽！吃火锅！吃火锅！吃火锅！先涮什么？先涮毛肚吧。毛肚七上八下，黄喉吧。黄喉，黄喉的煮一下。那我多下一点吧。嗯。鸭血也煮上，煮两片牛肉。牛肉煮。哇。都来吃毛肚，还是毛肚最新鲜哎！七上八下，一下就能吃了，简直是巴适！一定要蒜泥香油的锅底里面加点蚝油，哇，好满足哦，辣而不燥。吃火锅其实是最方便的一个事情了。嗯，而且你想吃什么，对，就可以下什么，万物皆可涮。新的一年都像火锅一样沸腾起来吧！这个火锅简直是巴适哦！哎，一说起火锅，我马上就想起了一个非常熟悉的调子，不信你听。唱船歌嘞，迎朝阳喽，千帆万船。哟嘿哟，拿起筷子，嘿哟嘿哟，夹起毛肚，嘿哟嘿哟，到嘴里，嘿哟嘿哟，烫着我了。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不是太着急了吗、啊？你就知道吃，你能不能吃出一点文化来？不是这怎么吃出文化来呀？你知道四川火锅的起源吗？哎，那您给说说呀。话说当年很多纤夫由于在江里面工作，常年泡在水里，哦，身体湿气那叫一个重啊，他们就养成了吃辣的这个习惯。哦，后来他们把很多的调料跟很多食材搁在一块煮。哦，而且很多纤夫啊就用下水放入到火锅当中，哎呀，这个吃起来呀是又解馋又去湿，别提多好吃了。嗯、哎，好，哎，腊肉啊，卖什么了？卖什么？先看看啊，新鲜的腊肉啊，走走走，逛一逛啊。这好东西嘿！哎呀，过节了就给买点腊肉吧，给家。我的腊肉好吃的很。这我听懂了，您家的腊肉好吃的很，好吃又不贵，长命又百岁。哎呦，吃完了还能长命百岁。对，哇，这哎，几位英俊的小生。哎呀，
人间自有真情得，卖点腊肉都是爱。嗯，哎、买吧，买吧，试试一下，老乡，看一看、啊，那就必须得试试了。哎呀，我的您这都在我兜里呢，我看看多少钱一斤？哎呦，我的腊肉好起的，这个、这个得来哪块？到底说的哪儿的话呀、啊？我们老家的话啊，江西九江瑞昌话。那这是咱们江西九江的特产啦。腊肉是我们餐桌上，尤其是到了过年的餐桌上必须吃的。除了腊肉，还有板鸭。要知道这个板鸭哟、江西的板鸭是四大板鸭之一，除了江苏的、福建的、四川的，就是我们江西的板鸭。这腊肉怎么做呀？做的方法就有很多了。板鸭炖山药，板鸭炖排骨，腊味合蒸，山药炒腊肉。就是这么说吧，蒸着吃、煮着吃、炒着吃、拌着吃都成了。生吃吧，对，生吃可能有点咸。总之，我们的腊肉就是两个字：和气。好气很呐！年夜饭上必须得有，必须的啦。那咱们都来，那都来都来，支持咱们江西一下吧。来来来，老婆，可以可以，投钱可以。我的父母不是当地人，所以说我们家的这个年夜饭实际上是一个综合的口味。我相信所有的人肯定都是一样，家里的饭一定是跟着妈妈口味走的。美味啊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很重要，是妈妈必须有一道拿手菜，爸爸也必须要有一道拿手菜，是可以让孩子能够想起。买醋嘞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嘛，快来看看吧，新鲜的蔬菜和水果，哎呀，看上一眼保证爱这个人。哎呀，上点瓜子吧，不要钱不要钱。哎呀，上点瓜子啊，不要钱不要钱。我有点送啊，还水果瓜子，水果摊卖果醋啊。那么神奇，啥都有嘛，快看看吧啊。主要是咱们老板娘太实在了。你是山西人吗？山西太原的。我的祖籍是山西平遥，从小在太原长大的。山西人嘛，肯定得吃醋啊。我们家每顿饭少不了醋啊。其实小的时候还没有对醋有那么深的那种情感，真正长大之后读了大学，然后我们每一个宿舍都来自天南海北，一到这个放假之后就会催着我赶紧给我们带山西醋。我是哪的嘛？我听你好像是我们邻居吧？我就是陕西的。对，黄河对岸陕西的。那个民歌可多了，那对一个嘛，唱一首歌买上一样东西嘛。哎呦，好的，这要带好不好了？小青青下的我心花花个乱呀呼嘿，小青青下了一朵朵山呀那个蛋呀儿哟呀儿哟。花花你就红，杏花花你就白，翻山越岭啊等你来呀，呀个呀呀的，甜，真甜。因为看你这儿我们都馋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听你这个我都开始吃醋了，我都。你早该吃醋了。你果醋还是啥醋吗？又来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的醋，哎呀，这里面的成分，我跟你说吧，我给你背上一下。您说说，里面含有青海、里皮蓬苔、丹阳不耐、纳梅绿桂、零硫绿鸦、甲钙。喝了那么的醋，娃娃能考试，保证是一百分儿。听上音乐能跳芭蕾。我觉着呀，咱得先断定一下，不知道这醋是真是假，是不是真醋，咱是不是老陈醋？吃一吃这醋到底这味道对不对？对呀，尝一尝这醋。那你们吃醋，我爷爷的爷爷就告诉过我，吃醋到底是咋回事儿了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给大家演一个吃醋的小故事。但我就是房玄龄，月亮姐姐啊就是我的夫人，我就是李世民呗，还有你们家的厨子。太好了那咱现在开始啊。行，房玄龄，微臣在此。最近表现不错嘛。谢谢皇上。皇上准备赏赐赏赐你。皇上您准备赏赐微臣何物啊？我准备赏赐你一个妾。不是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！我跟您说，我们家那个夫人啊，厉害得很。这是母老虎。房玄龄，不是，皇上，你给我闭嘴！你回去跟他商量商量吧。我这话已经说出来，揉回去多么不好意思。我跟他商量。你回去商量商量。臣领旨。你就去商量吧。哎呦，太惨了，夫人在家呢。夫人啊，有个事儿跟您商量商量。
这个是我那个就是最近吧得到一消息哈，我可能啊大概齐啊应该这两天啊我得纳个妾了。什么？不是，就是我那个娶个小的。什么？就是有一个二房。皇上说的是妾。对对对对。还是说的妾？不是，就是妾，不是。不妾。哎呀，不是这个，是真的让我娶一个。三妻四妾是文人之大迂腐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满朝的文武百官那不纷纷效仿，还得了？这就是，但是这是皇上的命令啊。哦，皇上的命令你就唯命是从是吧？啊。他说的好话听，他说不好的话你就不能听。不是我，我这也拦不住你了是吧？不是那意思，我就让你妾。喂喂喂，哎，我这毒酒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可千万别拦着我。夫人可别喝呀！你别拦着我。夫人别喝呀！你千万别拦着我。夫人别喝。哦，你就是这么拦着我的，没一点实际行动是吧？这不行，别喝呀，别喝！哎哎呦，夫人呐。这是准备好的毒酒吗？这么算了吧唧的啊，夫人，我让你给我准备的毒酒怎么喝着算了吧唧的？这什么味儿啊？这是毒酒啊？啊啊，醋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如果这里面装的是真毒酒，如果你真的喝了，如果你喝完之后你没了，那不就是咱们宰相刚好续弦吗？你可真是一个那个什么那个好人呐！点赞，这回大家就知道了吧？啊，这个典故就叫吃醋。哎，明白了吧？这一坛子醋，我拿着给大伙去加道菜，怎么样？行啊，好啊。这时候啊，还千万不要走开，有家就有福临门，一起年夜饭由中粮福临门米面独家冠名播出。祝大家春节快乐，虎年大吉，새해복많이받으세요，宝字多多，福利全开，龙腾虎跃，这是里事业嘎嘎的，身体行行的，凶气万事如意，上生又生，腰生来生，神仙赐财，怎么跟你哭什么啥？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带劲带劲带劲。哎呦，穿个门，这醋坛子都变大了，许大厨，这坛醋交给您了。好，这事就交给我了。咱们今天是陈年老醋，酸中尝鲜，拿来焖肉，大肚朝天。怎么还大肚朝天了呢？撑了啊！横批老醋焖肉。好。先挪开，先挪开啊！好嘞，嗯，咱们今天呢，大口吃肉。咱们选的哪部分的肉呢？啊，用五花肉就可以。这个肉呢，一定要切大一点啊，切大一点。其实五花肉各地都有各地不同的这种做法。你看我们江浙一带的话，也是用五花肉，比如说我们会做东坡肉，那个其实也是在过年期间的话必须得有。我觉得为什么中国人在春节年夜饭的餐上必须得吃一道五花肉呢？原因是在于，因为这个五花肉吃在嘴里润润的。对，象征着一年的生活特别的滋润。而且大家发现没有，今天因为过年，许大厨切五花肉，他这个不是骰子丢了，对，是吧？是大块儿哎。对，切的大一点，完了吃着它就口感过瘾。哎，我来点醋。来吧，咱们上醋来，给您到前头来。说实话，因为我是江浙人嘛，我熟悉的是湘醋。但是这个。在咱们中国大概有这么几大名醋，比如说北京是米醋，对对，山西陈醋，像你们江浙一带人湘醋，还有天津还有毒瘤醋，还有广东的吃螃蟹用的大红哲醋，大对红醋对吧？今天这个醋我觉得一打开之后这个醋坛子够酸的。对，酒的度数越高呢是酒越烈，那么醋的度数越高呢是不是就越酸呢？许大厨，当然了当然了。再来做水焯这肉，要焯肉了是吧？来，大伙看一看，这真的是满满的一盆肉，而且全都是大块大块的。对对，因为过年咱们块格外大，因为过年咱们这盆肉格外满，对吧？就是过年的感觉。这个肉咱们今天是大块大块，是大盆大盆的。这个醋呢，您今天特地选的是陈醋，老陈醋。对对，为什么？咱们吃不同的食物用不同的醋，
咱们做这个红烧肉要用陈醋，因为它颜色比较重，嗯，而且它味道也比较好，酸度足，糖分高，对，上色好，而且还能香，对，是不是醋在一定程度上还能给红烧肉解腻？当然啊，咱们今天呢还加一杯啤酒，哎，就这两样调料。徐大厨，这过年了您都喜欢来点有度数的。这个现在开锅了哈，哎，开锅了，咱们把这沫子打一打，咱们把汤避掉。加点油，咱们炒冰糖，这糖要多，对，糖要多一点。过年的年夜饭这顿饭，那一定得吃得肥肥美美，一定得吃得甜甜蜜蜜的，对吧？对对。所以咱们今天油宽一点，糖宽一点，就是过年。对，家里面谁最爱吃啊？父母最爱吃，因为它软烂，没牙都可以吃的。老葱焖肉实际上就是您给爸妈的万福肉，为什么？因为照顾到老年人的牙口，这道菜真的非常好嚼，非常好消化。对，这时候呢，糖变色了，关小火，不然呢就容易糊了。这个糖不要炒得太硬，这糖。哇，颜色马上上来了，哎，琥珀色，颜色特别漂亮。对，你看这个肉啊，咱们这个糖色让它金黄色。我们两次上糖色，一次呢咱们是冰糖上色，对，另外一个最后呢醋随着挥发，对，醋的颜色也会着色到。哎，你看看这醋的颜色，对，哇，非常的重，这个颜色哈，咱们再叫上点啤酒，啤酒跟醋的比例呢，基本是2:1就可以了。再加一点盐进去。醋虽然非常的酸，但是醋在锅里面长时间焖煮之后呢，醋的酸全跑了，留下是醋那个淡淡的甜，就跟生活一样。这一年当中，我们有那么多的酸，有那么多的苦，但是到最后全家人团聚在年夜饭的餐桌上的时候，就象征着咱们生活的圆圆满满。这时候和全家人就开始可以唠嗑了。哎，多长时间它能熟？50分钟到1小时就完全烂烂的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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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:1，哇，来，好福来了。咱们现在很多老年人如果还能吃得动这一口老醋焖肉，而且能吃得香，而且您还有牙口吃得好，我觉得这就是福。对，就是这个菜的意义，好吧。哎，要说起许大厨的话，咱们过年我觉得您必须得做一个特别有寓意的菜。我猜到，你知道说的什么啊？因为许大厨最擅长的嘛。对，这个对吧？是吧？这个就是丸子啊。对，今儿是不是得做一个？做一个，真能，必须能，是吧？没问题。那咱们就一喜、二喜、三喜，还有四喜都欢喜。大丸、小丸、菜丸、肉丸。都好玩，都好玩，行吧。那我就做一个四喜丸子。好，咱们用的猪肉，这四喜丸子呢有一个说法，就是说有四种食材，一呢是马蹄，第二呢海参，海米冬笋，这四个食材是咱们做四喜丸子的标配，稍微给它斩一斩，块呢不要太碎，太碎以后口感就没有了。其实说到这个年夜饭当中做丸子，各地有不同的丸子。大飞，你们那个陕西有什么特别的这种丸子需要做吗？我们就吃四喜丸子，通的，对吧？大家都知道，江苏一带是吃那个狮子头，也是丸子转。对，像我们温州是吃那个鱼丸。为什么一定要吃丸子呢？在南方也叫圆子，它不就是一个好的寓意，团团圆圆嘛。对，各地啊，丸子是圆子是不一样的。而且吃法也不同啊，广东吃丸子是弹牙，北方人吃丸子吃嫩，好，咱们这个14样食材备齐了，咱们呢边说边聊，来，边做，我先调个馅儿啊，这个盐一定要搁到位，加上一点点的胡椒粉，咱们加这姜，加点酱油，咱们现在抓一抓，咱们搁一个鸡蛋，加一些淀粉，粘合。口感很滑很嫩，剩下咱把咱这四种食材放里面，这是
冬笋丁儿，哎，还有咱们的海米，还有咱们的海参，还有咱们的马蹄，自行汇合。和匀以后做四个劲儿，徐大厨，咱们怎么来把它均匀的分成四个丸子呢？我学徒的时候，师傅就要求，要求什么？眼是尺子，手是秤。啊，嗯，那您提溜提溜我。啊，不是。甭管做四个，做四十个，做四百个，都是咱一样。哦，这是抓准，哎，必须的。所以说，咱们可以试一试啊。许大厨，您这四个丸子误差多少？这是得三两，150克，150克，差10克吧，上下是吧？也就是说，140到160之间啊，都算您赢。对，如果说今天这个不准，这四个丸子它不一样，怎么着？许大厨，今年压岁钱涨点啊。行了，每个三两左右，来上秤。好。一个哈，来，许大厨，咱们再邀第二个。好，下了，158。哦，真准。来，下一个，差一个，156，可以，好手好手。咱这坯子做好了，咱们呢在炸以前呢，先把这汤给调出来。咱们呢做点油，把咱这些香料呢给爆香。一定把这个葱姜啊爆香啊，这时候咱们加水，咱们是给它，咱们先做一个底汤，哎，咱们调一下味儿啊，调一下味儿。这是料酒，加一些料酒进去，哎，加一些酱油，加一些鸡精，来，少加一点白糖啊，调调味儿，提点鲜，加点盐，完了把这个呢，咱们倒过来，倒到高压锅里面，哎，好，咱们出油。这时候把油热着，咱们下边还有一个工作，就是说给这个丸子穿一层衣服，保护层。这保护层用什么？用淀粉跟鸡蛋调。就是用鸡蛋跟淀粉给调一护。完了呢，咱们去炸，这个油温很关键啊，油温在家里炸这个让它高一些。当你下丸子的时候，一定要关火，不然不然你知道吗？不然。如果油温不够高，你下进去之后它迅速会变扁，是吧？对，只有够高，瞬间外表那个壳衣服穿上了，架起来，对，成型。为什么要关火呢？因为它外表有蛋壳有淀粉，很容易颜色发生变糊，所以关火，对吗？对。好，下这四个丸子给它团圆，给它穿上一个晚礼服。对，就我们都穿上新衣服了，对，那个丸子也穿上新衣服。年夜饭嘛，谁都需要一身新衣服。对，你把这个火给关一下。对，关火，哎，非常关键啊！刚刚说了，行，下丸子的时候要关火。哇，还真是定型了，哎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就是鸡蛋进去之后迅速膨化了，那个油温就合适。而且基本上外边定型以后，可以挪一挪它啊，可以呢翻一翻，你看看它底下不糊。如果你不关火，它容易糊。好，这丸子咱们炸成这样定型了，咱们下锅炖锅。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到过年的时候，大家一起在吃饭的时候都是报喜不报忧，但是觉得虽然这一年很辛苦，但是看跟家人在一块儿的话，这种苦其实也值得了。对，用食物来慰藉自己辛苦一年的身心。这个丸子咱们就炖上了。好，多长时间？高压锅10分钟足以了。好，哇！3、2、1，走！哇，漂亮！嘿，一喜丸子闪亮登场，二喜开喜，三喜丸子，四喜丸子，这就成了。哟，许大厨，这太香了，我们得吃一口，得尝一下。不行不行，得尝一尝。不行，我要给贵客们尝一尝。哎呦，不行不行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呦，真的，这帮帮我，帮忙，帮帮我，帮帮我。得，那咱们就送过去吧。好，走，你们忙着啊。好，走了。好。哎呦。许仙大厨这丸子就做好了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人越多越热闹，这倒是啊。咱们中国有句话叫做未谋其面呀，先闻其声。我叫了好多朋友来呢，好多朋友来了，那是啊，都谁呀？你听啊，来，难道在玉帝哥哥眼中，我还算不得国宝吗？
这是女儿国国王啊，美不美？他要能来太好了。这就一位了 啊还有啊，接着听啊，再听听。山无棱，天地合，才敢与君绝。紫薇格格来了，来了。还有啊，哦，再听听。早知道他来，我就不来了。这是林黛玉的声音，林妹妹。对啊，哟，这三位朋友来了啊，暂时先让他们仨来，一会儿还有呢。那咱们请这三位朋友吧。请，欢迎这三位朋友。紫薇、国王，还有，哟，两位老师好。哎，那个、啊、那两位朋友呢？啊，那两位朋友也在这儿呢。刚才是我一个人的配音，都是您一个人发出来的声音啊。是的。哟，我来的不巧了，这会子刮的是东南风，看来今儿个又要饿肚子了。每年桃花开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一个人，他曾经很喜欢我。今日哥哥到此，真乃天赐良缘。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蝶，我来自山东淄博，我是一名电台节目主持人。再给你请几位吧，兄弟。还能叫朋友来呢？今儿是除夕，这年夜饭呐、啊、是最丰盛的了，其中这道四喜丸子也是每年都必吃的，象征着团团圆圆。今儿先让姑娘们来尝一尝。这贾母的声音太像了。这四喜丸子吃起来真是可香可美了。这像林黛玉啊。对，都听过了。我来迟了，不曾迎接远客。刚才刘姥姥来了，来尝尝我们家的丸子怎么样？看看你一顿能吃掉几个？啊，我一顿能吃十来个呢。这位啊，就是王熙凤。王熙凤，哎呀，太棒了！这四喜丸子，真是可香可美了。老刘，食量大如牛，吃一头老母猪不抬头。哎呦，刘姥姥，真棒啊！接下来还有谁呀、啊？还有几位女神。女神？哎，山中岁月容易过，世上繁华一千年，转眼又到人间的除夕了。啊，小青，你看这道四喜丸子吃起来真是可香可美了啊！姐姐，原来姐姐的口味这么好，这道四喜丸子吃起来果真是可香可美了。金哥哥，金哥哥，这个四喜丸子吃起来可香可美啦！啊，对了，你快去把我爹还有洪七公、老顽童全部都喊来一块吃啊！哇，李黄蓉蓉啊，这个咱得有老人坐镇啊。那就来位厉害的。厉害的，好啊！皇上，奴婢就是当年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呀，他们都说这四喜丸子吃起来那是可香可美了。今儿奴婢都给您留着。哎呦呦呦呦呦！哎呦哎呦！嬷嬷，你放了容嬷嬷。嬷嬷，你快放下吧。谢谢容嬷嬷。七大技法，每一种都由火而生。烧是指将食材放入汤汁，以文火慢热收汁的同时使其成熟入味的过程。品鉴烧菜品质，收汁是关键。味浓之后又不阻挡食材本味，是烧菜最迷人的地方。溜是将断生或全熟的主料快速回锅，均匀裹上味汁的过程，因最后一道工序为溜汁，故称溜法。溜法的绝学在于芡汁，稀稠软硬，浓淡甜酸，非与原料融合一体，方可得到味觉精髓。
炸，意为瞬间爆发。只将食材放入热油，快速熟成的烹饪技法，食材经高温锤炼，形成了外酥里嫩的独有质感，加之油脂带来的醇香和满足感，使人欲罢不能。焖，为楚香保卫的火工菜。盖盖儿，微火是烹制的关键。在长时间焖制前，主料配料及调味要一次到位，才能达到菜品外形不散，内里酥软入味的绝妙口感。烤，也许是人类最早出现的烹饪方式。食材经炭火的烘烤，所含水分逐渐蒸发，呈现出松脆焦香或外焦里嫩的状态，香气四溢，口感诱人。今天，烤也是一种生活方式，烟火缭绕中的随意闲适，恰似人生小憩。炒，火是炒的灵魂，短时是炒的特点。食材在锅内完成纤维爆裂，蛋白质乳化，从而成就炒菜的口感与香气。万物皆可炒，这是最普通但却最包容的烹饪方法。炖，是最能还原食物本味的烹饪手法，多种食物巧妙搭配，在汤水的包裹下，鲜味和香味物质彻底释放，又相互融合。地域和食材的差异，赋予了南北截然不同的炖制方式。